每年农历春节前后，不少人都会为了在来年能够顺顺利利，按照传统习俗到庙宇来点灯。光明灯更可以保佑阖家平安。咱家吼有这妈祖灯啦，哦发财灯、光明灯、文昌灯、哦姻缘灯，甲合家平安，个太岁灯安尼啦。这阮即马为即马就开始来修理灯具安尼吼，因为阮这灯数啊较有限咯，啊希望各位吼若要点吼啊提早来遮。来点安尼，吼啊！因为今年、旧年啊，较踊跃，啊，今年可能会搁较侪人安尼吼，所以希望各位会当较早来登记。阮已经开始咧修理安尼，修理这点灯的作业安尼。啊，阮大殿、内殿有咧整修吼，可能在这月、这个月底就会当拢完成啊吼。啊，到时来会当讲会当换。甲较早完全无同款的这景色安尼，还希望各位会当提早来点灯，吼，欢多谢各位。啊，这是台东妈祖庙的太岁殿，啊，太岁殿内底有六十个一年的神君，咱的太岁神君，啊，今年犯太岁是上马甲五年，今年满年是甲五年。啊，上起的是偏冲。如果你是上马，啊是上起的，啊你会当今年呢？所以讲，即马你都爱来开始来安。我正月初九，啊，我都爱啊，即个作业爱完成。啊，天公星公遮的，恁遮的资料，我拢爱啊，点去顶面顶。啊嘛，即个今年呢？是开始年，已经年尾啊，啊年初念伊到啊，正月初九，我着太岁着爱安去啦，啊，正月初九太岁爱安去。另外，在民国103年，正逢为甲午年，也是马年，正冲的生肖属马属，也要特别注意。天后宫每年都会设置有光明灯安太岁的办法，若民众想要了解，也可前往洽询。东海新闻部发林的采访报道。